者吴志伟台北报道，蔡昌宪之前因当兵关系，暂时卸下三立台语歌唱选秀节目《超级红人榜》主持棒，暌违一年，本周将重新归队。他表示，最怀念的是虞美人的好手艺，演出电影总是票房保证的他，重回到最熟悉的舞台，坦言有点紧张，毕竟一年没跟美人姐、许志豪一起搭档，担心主持默契与节奏跟不上大家。蔡昌宪当兵期间，在义工队到处绕军表演，去过高雄、屏东，甚至外岛澎湖、马祖、东营等地方，每天都过得很丰富，还从中学到专业音响技能。我们自己搭舞台唱歌表演，我有时还搭配女军官主持。而当军中学弟知道蔡昌宪也在军队里，都会向他请教唱歌。他说，但我都是教他们唱军歌，不是唱流行歌。和女友稳定交往快八年，问到什么时候结婚，他含蓄地表示，我们俩每天都很开心，每天开心就会有好事发生。蔡昌宪退伍后重回超级红人榜主持列，三立提供蔡昌宪退伍后重回超级红人榜主持列，三立提供蔡昌宪退伍后重回超级红人榜主持列，三立提供。